我想对你负责。啊，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你不用对我负责。可是那天我们……喂，范小姐，你在哪儿？我有点事情，想找你聊聊。啊，你们修车行旁边的那家餐厅见吧。哎，好，那咱们一会儿见。 这是我的体检报告，我身体健康，没有任何疾病。这是我的银行卡，里面有我10万元的积蓄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能不能做我的女朋友啊？我想对你负责。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你不用对我负责。可是那天我们那天晚上我们都那样了，都。那天晚上大家都喝多了。可是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我想要对你负责。谢谢你的喜欢，我不用你对我负责。 哎，孙小姐，以后你还要修车的话，还可以来找我。谢谢。孙小姐，孙小姐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跟我爸爸吵架，搬来这儿了。 哎，巧了，我也住这儿。是饿了是吗？要不我们去附近找点东西吃吃？不了，这附近我都试过了，我不太喜欢。那你有什么特别想吃的东西吗？炒面。就这么简单啊？那我也会做。 要不我做给你吃啊？